第五个，我们稍微补充一下迪摩根定律。好，那我们可能在这边就不加证明，有兴趣的同学要自己稍微算一下，因为这两个运算的法则我们还蛮常用到的。我们都去考虑 A 连及 B 的补齐，实际上就是 A 的补齐然后再交集 C 的补齐。那我们如果考虑 A 交集 C 的补齐，那就会是 A 的补齐再连及 B 的补齐。好，他们的符号大概都会，就是他们符号刚好是恰好是颠倒的，这个部分请同学们大概花点时间自己去做一个证明。好，但是我们大概实际上就是会用它，那证明部分同学们要自己去看。所以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把刚才我们学到的几个运算法则然后稍微的复习一下。所以我们先去考虑一个 U 集合。好，这个 U 集合是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考虑我们现在讨论的最大对象就是1到10的正整数。那我们考虑一个 A 集合叫做1 2 3 6 7 9 10，那我们的 B 集合叫做3 7 9 10。好，那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这些东西3 7 9 10，那我们来考虑 AB 的交集会是谁。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考虑 AB 的交集，那我们的 A 交集 B， 我们这样写好了。是不是刚好就是3 7 9 10 3 7 9 10？好，这是我们的 A 交集 B， 然后再来呢我们考虑 B 交集 A 交 A 连集 B， 连集 B 指的是你有我也有的，所以你看哦，1 2 3 6 7 9 10 3 7 9 10，所以实际上就包含这个，很明显是 B 被包含在 A 当中嘛，所以这个很明显答案应该就是整个 A。 好，我们就把你有我也有的都全部列出来。那我们如果考虑 A 差及 B 呢，就是考虑 A 中的元素把有 B 的扣掉，所以有 B 的扣掉就是3 7 9 10。好，这些都在 B 当中扣掉，所以只剩下1 2 6。那我们如果考虑 B 差及 A 呢，好，你会发现我现在在 B 当中只要是在 A 里面的元素都要扣掉，结果3在 A 里面扣掉，7在 A 里面扣掉，9在 A 里面扣掉，10在 A 里面扣掉，全部都扣掉之后 B 扣掉 A 没有东西了，所以它是空集合。好，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跟同学强调，就是空集合只要写这个符号就好，千万不要写成这样。这我们刚刚其实举过例子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不是空集合，好，它不是空集合，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这就是我们这个例子的答案。那我们如果再举个例子来看，那我们现在 U 如果代表是所有的实数，那我们的 A 集合叫做 S， 什么样的 S 呢？ S 大于5。然后我们的 B 集合叫做 S， 什么样的 S 呢？ S 小于等于7。好，那我们实际上这两个可以画一个竖线来看一下，这个 A 集合代表的是什么？ A 集合代表的是，这是0 1 2 3 4 5，它代表的是比5大，这个是 A 集合，对不对？然后我们的 B 集合代表的是比7小。好，然后这边因为是有等号的部分，所以我们画一个实心。好，这是我们的 B 集合。好，这是我们的竖线。好，那我们把这两个集合都画出来了，所以第一个我们来考虑 A 交集 B。
交集 B 就是你有我也有，所以我们去取这两段的形成的交集，是不是就在这一块？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交集。好，所以我们取交集的时候就是 S， 然后五小于 S 小于等于七，好，是第一个取的交集。第二个我们取连集，这个连集的时候很有趣，因为你看啊，我这个往这里跑，所以所有比7小的实数都会在 B 当中，然后呢这边往右边跑，所以所有比5大的实数都会在 A 当中，两个取连集集合在一起，恰恰好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与集。那这个与集的话代表是所有的实数，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S， 然后 S 为实数，所有的实数都会在连集当中，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定义的这个与集合。好，这是我们第二个的连集的部分。那再来呢，我们来考虑一下 A 的补集。那 A 的补集实际上我们刚刚是不是在前一题有讨论过，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说我们所有比5大的另外一边，好，就是我们 A 的补集，所以它的补集代表是 S 小于等于5。那同理我们可以看到 B 的补集呢，B 的补集是谁？ B 的补集实际上很明显就是这一段的另外一边，所以比七大的都叫做 B 的补集。好，所以从数线上面来看，好，我们在讨论的这个与集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补集都把它列出来。那再来如果我们考虑 A 叉集 B，A 叉集 B 的意思是说在 A 的这个范围内有 B 的部分都扣掉，那 B 的部分包含7的这一个点，所以你扣掉之后 A 就必须要这个集合就剩下比7大的部分，所以它的差集叫做 S 大于7。那我们如果考虑 B 差集 A 也是一样，就在 B 的这个范围内我要把 A 的部分扣掉。好，但是 A 的部分扣掉的时候，这个5原来并不在 A 当中，所以扣掉这个5会保留，所以扣完之后我剩下的是比5小的这个部分，而且包含等号，所以这个叫做 S 小于等于5。好，这是差集的一个例子。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就是不只是用列举式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到差集、补集、连集、交集这些性质，那在我们连续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我们考虑所有的数字，好，你就考虑一个数线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一样可以运用刚才集合的法则去把我们要的答案算出来。好，所以我们的例子就举到这里为止。